尔为您看天气，我是永阳。今天是2015年8月19号，星期三，农历。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。20号，阵雨转多云，偏北风4到5级。来关注中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：北京雷阵雨，20到28度；上海多云，26到32度。广州晴转多云，27到35度；昆明大雨转阵，16到21度；28到33度；26到34度；桂林阵雨，25到33度；北海多云，28到34度；钦州多云，28到34度；防城港多云，8到32度。重左阵雨，16到36度，玉林多云，27到。